游戏回来，他就忽然间被改了，超莫名。给我个信号，对不对？游戏会读麦克风，都会跑掉。对，麦啊、Skype 啊，还是 ADC 的私讯，都会有几率会破改你这个。就算你看他数字对了，你也可以再调一下，他可能才会正确。所以是内建的麦克风要调小，是不是？看看呢、啊，看看，看看，对，先看看。那先开台喽，开台了。好，哎哎，八点了，还没啊，还没。啊、这样你说什么？八点啦！哦，八点了！哎呀，八点了！天、啊，我开到什么？开错了！哦，你开到什么了？对不对？开到吐血了！你开到吐血了！我昨天关台后就在用了。重开，重开！只开退去啊！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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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样，哎，这样，哎，更大声了，更大声，更大声了。我刚以为他在叫我。你说讲什么？小雨的生命不见了，因为我还没重生。哦，那你开了吗？变死了。我开了吧？开了吗？没有，怕你 YT 的观众没看到。哦，用心良苦，看两遍，看两遍。太善良了。现在看玉米的声音，为什么开了吗？我先急救一下，好，我等下先不讲话好了。你要给他哈姆林克，你看 Windows 设定有没有？看可不可以再调一下？没有的话就 DC 吧，也只有这两个。嗯，为什么？没事啊，那个还有一个 B 开头的，他声音也是常常我调了老半天。都很难听到嘛，对不对？忽大忽小，一度生气想说要不要介绍他麦克风，没想到他跟我用一样的。哇 ，DISU 嘛，对不对 ？DISU 啊，我跟小雨，我跟小雨都要换。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不行。你的声音很变小声，可是还是爆炸的。嗯，内建的麦克风在哪里调啊？我天哪，内建，声音控制台。对对对。我找你是 Win 十吗 ？Win 十就不要嘛。右下角不是会有那个声音？点右键，点开启音效设定，开启音效设定，然后再点声音控制台。嗯，下面相关设定有一个声音控制台。啊，点录制就有你的麦克风，点它内容，点它的等级，看看你看它是不是拉到100之类。对，嗯，声音控制台，不管它数字是否正常，就再调一下。没错，哦，对，他变100了。有人打我，谁啊？那么棒，谁啊？那么棒，给他加奖。你们两个反应也太一致了。迪叔，你那打不到，你不是，打不到，你不是老实，你打不到我。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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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这样 OK 了吗？可以，至少没有声音爆炸的那个人。老师，我学会打波波了，太好了。你终于学会了，干得好！我终于觉得很棒。你是个成熟的迪叔了，打我，迪叔你学坏了。成熟，抱歉。你为什么要把我弄掉？我觉得你站得太高，站太高看不远，让你下来一点。什么？贴得很深。所以玉米声音如何？有调了吗？这样应该 OK 了吧？我觉得有哎、欸、，OK， 还是有爆吗？偏大一点，可是不会爆炸。偏大一点，偏大一点， yeah. 你就一直喊啊，爆麦，爆麦，爆麦。好，一直喊爆麦，爆麦，爆麦吗？你要爆麦，爆这个字就会喷麦啊。哦，哦，对，因为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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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爆谁？不不不不不，想爆谁？现在 OK 吗？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OK 了，嗯 ，OK，OK，OK， 感谢各位，不好意思，嗯，哇，等下是我们第八届奖金争夺战，第八届不得了，大家可以看看 F 3我们就是在00的位置，我刚刚一登麦快直接吓傻眼，因为你低头看。哎呦，那是哎呦，哎呀，哎呦，直接出征点就是红土大陆。哎呦，有点危险呢。各位啊，在红土大陆，这顿奖金争夺战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么难得，就决定把它当出征点了。好，哎呦，哇，这个太酷了！就算你一开始在别边，反正慢慢最后一缩圈嘛，一定都会到这个红土大陆来对决。数，好，数也太少了。哈哈哈哈哈！数哎，
这种那对，头顶上的头发一样。温柔站的位置是5000个，比 UHC 大很多，所以应该一开始应该没问题。好，如果一开始找不到是蘑菇岛有没有？更惨啦！那我们按照 tape 顺序，耶、yeah.。安南，我是 B O B O， 好难听哦。安南，我是皮叔。Hello， 大家好，我是尹月。下一位，我是繁星，守好人哦。下一位，我是阿基。下一位，咋回事啊？什么的？打麻将？巧克力，我手很温暖哦。我要憋肚子哦。Hello， 我是乔宇。下一位。哎，我是麦当，不是麦克风，不是麦当劳，我是麦克风，麦当劳，麦当劳的麦克风，你刚刚吃的，我刚才吃玉米，启发票是炫耀吧？我是玉米，导游，导游 ，Hello， 我是战友 ，PS， 我也想吃麦当劳，耶，结束，伟大的师傅 ，Hello， 等一下呢，我看到波波，我只会打爆他，我是团团，好，没了。阿姨刚刚直接略过我啊！对啊，哎、欸，就是先结个仇人。来，我们这个第八届呢，有许多人有一点状况，所以只有10个人，几经思考，十个人想说，好像也从来没有两人一对过。哦、oh my god！ 这样子会有几个状况？会是5对？那我们每次任务是9个任务。嗯，所以有没有9个任务里面有5个任务会被做，所以任务的争夺会变得非常的、哦、很刺激哦。而因为人手呢只有2个人，所以那个任务进展应该也会变比较慢。哦，的天哪、啊！对，就来，好难哦。会如何？我也觉得，好紧张哎。我们是酱油，你虽然会有点孤单，但如果你跟 Bobo 一对就不孤单了。没有，跟 Bobo 一对我们就不接任务了，抓奖。那我们去钓鱼。啊，我们去钓鱼啊！先预定了。我家狗也同意了。维持3000分到最后，这样有没有成就？本机这样有没有成就？本机还没来，他也是上班。好，很多人都在上班，有人来杀我们就丢。最近都在加班，大家都很辛苦。真的，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哦，真的跟酱油哎、欸，哇！酱油，我们不解任务了，酱油。他也不要怕，怕。我还记得这今天邀请酱油的时候，他就说他要雷队友，我就说你跟 Bobo 一起雷爆他，他就说好啊，他怕会雷到第三个人，然后就没有那第三个人雷了。我们打起来钓鱼。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哪里适合。啊，蓝队加油，让我们各奔东西。好，酱油我们走，各奔东西瓜。你好，东西瓜，西瓜怎么了？西瓜，你怎么了？你我自己怎么坏掉了？西瓜，西瓜，西瓜，你先只会讲西瓜了，完了，坏了，坏了，西瓜真的。哎，是繁星，是云月。今天要怎么玩啊？好冷哦，好冰，好冷哦。那我们慢慢玩好了，慢慢来。给大家看看任务怎么样，觉得太难就算了算了算了、啊，轻松完了，就啊随便啦、啊反正我们不死，分数也是可以稳定到一定程度。对呀、啊，可以开始了。啊，所以是、okay. 为什么小黑不是哈基会变这样啊？他可能刚睡醒嘛，因为他刚刚在客厅睡觉，睡起来呛掉了吧？我猜，想说5点多的时候听到你们在客厅笑得很大声之类的。5点多吃晚餐啊，5、6点。我们在看那个《魔王城公主》哦，对，然后看完之后再看《监狱兔》。我想说你不是要看《监狱兔》吗？然后就有啊，先看了别的，然后后来看了《监狱兔》，我们看到了他准备进城镇。
进城镇哦、喔。对，你说赌场那边吗？对啊，对啊。那看很快、欸，因为其实他一集没多少啊，就两分钟了，一两分钟，对啊。铁、啊、巨人、沉思、南瓜派、俊师、荧光石，好难哦、喔，都好难哦、喔。木头，木头嘞，在上面吗？头有这里，我们有，哎、欸，要去对面。你跳下去吧。等一下，我有自动跳跃。等一下，你有自动，好，你有自动跳跃的障碍。差一点就下去了，差一点就下去了，要下来啊！我是等一下差点直接下到、哦、下到地狱是不是？走走走走，木头，碎啦！一开始有木头就是好事。等一下，哪一个任务比较好打？蜘蛛一百次。铁巨人、南瓜派，好像都很难呢、欸。我们要不要干脆梯子坐一坐就算了？好啊。走，太难走了吧？哎呦，哇，等下这什么路啊？我的天哪、啊！有了，上来了。我们先抢梯子，不然其他的感觉有点困难啊。梯子要几个？十个。很快、欸。嗯。啊，抢他！工作台。有分总比没分好。对。啊啊！抢梯子！他不是说好要雷的吗？哎、欸，那我们下去抢早安三爷好了啦！骗人！哦，波波哦，哎，我看不见。没错。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先到下面去啊？上面都是那个……对啊，都是土啊，所以我们要赶快下去。那我……被矿哎、欸，我会怕。哦这里很多毒蜘蛛哦。对啊。呀，金苹果。哎、欸，我那个是吗？不是，没事。玉米。其他队啊。嗯。我先下去一点哦。好哦，我木头收集好就下去了。好。我现在身上有28个木材。安山岩是跟石头很像的颜色嘛？好，嗯，那这个不是，可恶！嗯，这里先换石岛，好，这个画起来。啊，我现在就是披着那个披肩在玩。哦，你说那兔子披肩吗？对啊，没办法，太冷了。哦，你妈的！等一下，挖个洞让你知道我在哪。嗯，我看到金砖那个、欸，哎，就是地狱门。我去，哎呦，捡个东西吗？你可以啊，可以去捡啊。我下去找看看有没有安山岩。差点。哇，我的天哪、啊！奈摩，嗯，我发现铁了，好哦，有铁了，嗯，有金镐，哎呦，金镐，修补金镐。哇哦！哇哦！哇哦！修补金镐，两个打火石。这样，
没有？有没有煤炭？需要拿点煤炭啊！天黑了，不对，洞穴黑了。听到有人挖土的声音，是我，我电图。哎，又是这个白色的，白色不是我要的，白色是什么啊？闪长岩，闪长，所以是我们要暗山，红色的吗？哦，不是，是白色的，要白色的。我们要的吗？我们要的是要灰色的，灰色吧。我找哦，你找到了，找到了，是几颗？二十。二十，帮你帮你帮你，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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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挖我帮你挖，快点，你放副手你放副手，好好好，我放副手我放副手，我拿金镐我拿金镐，副手，我放副手，他需不需要拿木棒？我不知道，干嘛？看一下、喔，放在副手上就可以了。好，好，有吗？20个了吗？更新有耶耶，好，可以弄资源了。好，终于我们可以开始。上面的炉子有铁。你有放炉子哦？对，上面有个炉子。抱歉抱歉抱歉，我接过，我太胖了。我过，我过来了过来了，过。耶，这里我先做个盾牌哈。哇、哦，遇到金啦！哇，我们可以先做金苹果了，我身上有苹果。哇，我要不要上去捡啊？先拿个铁做铁做做盾牌吧。好的。要烧原木吗？要不要先烧个原木？也是可以啊。你那边有原木吗？有啊，我在用啊。来了，给你烧。我放上去了。放这里啊，这样才对，很多木棒这里好烧，然后放个火，做个火把。耶、yeah. ！哦，有了，有亮光了。说，我们被黄金堵路了。铁镐是铁镐。哇哦，完全没有掉苹果呢，太棒了呢！哦、有一个，碎啦。然后虽然那个地狱门旁边有一个啦，那个黄金砖，我现在可以挖了。你要不要出来？我跟你讲在哪里。好，我去。你出来过河，往右前方走。过河右前方，好，对，我去。现在是白天晚上。白。还有3分钟晚上。哎呀，过河的右前。嗯。啊、你们怎么了？没事。扭到脚，没事啊。我一救护车来了，我这边有救护车。这边救护车，哦，他可能要再开远一点来我这里哦。对对，直走，就到了。好，来，救护车来了。看到了，哎呦，这地狱门其实差一点点就可以出发了呢。我上一颗黑曜，两颗黑曜石。他那个。可以吗？那个什么哭泣黑曜石可以当地狱门吗？我这是黑曜石欸，因为他就缺两颗黑曜石啊。嗯，可以吧？不是共用的吗？他们性质是一样的东西，我记得是啊。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去地狱欸，拿荧光石是不是？对啊，想死啊！是太危险了啦！想死啊！下去。好了，我拿到金砖了。好了，我也好了，只捡到一颗苹果。走，回去。欸，路上其实很多很多枯树枝可以捡欸。对啊。嗯。这里。
谁跟团团想的一样？团团，你想去地狱门了？哦，他在我附近吗？没看到啊。我白痴哦，团团啊。对啊。哎呦，啊，分出物品被别人捡到会发光加速。哇哦，这么棒的吗？然后加速是加多快？是要让人家直接冲出去摔死的那一种吗？哎呦，我现在是不是该回去了？快晚上。对，然后在等你。这里沿路顺便打一点树枝。我想，我以为要打鱼。好多、哦，一组了，一组应该暂时够用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嗯嗯嗯，过河记得不要喝汤，没有汤可以喝啦。哦，读起来好。没有说四块铁 ，OK。插个火吧，我先去上面拿合成弹，合成弹很重要，现在木头短缺。是，这里我要打什么任务啊？不知道，打沉思。哦，有可能哦。嗯嗯嗯。火把，这里铁，这高度多少了？30。嗯，修补拿在手上是不是很危险？啊，危险？为什么？没经验。哦，是有一点点。看一下，21。等一下，他妈符箓可以。梯子，33年级的皮革嘛。上还有上面的比较困难的。对，沉思。这边很难有沉思哎，天啊，很难淹得死。只有那个小河而已啊。对啊，到了。巨人杀手，哦，有人打了巨人。真装哎！哇，好爽哦。爽啊，黄队吗？对，红队。你要不要放个熔炉？我要烧铁。熔炉吗？等一下哦。这里。哦，你没带下哦。好的，熔炉这里啊，要几个？有几个？好，嗯嗯，旁边有岩浆哎，过去看看，这边有岩浆深，嗯嗯嗯，投放这里。好暗，好暗！岩浆你在哪？我看到岩浆了！哦哦哦哦哦哦，危险哦！危险哦！这岩浆啊，前面有得站，碎了。嗯嗯，哦，被杀死，金刃。我欣赏你，就死了。好，有没有煤炭啊？这个地形。对呀，啊，这是烧木头哦。
那苦力怕啊！哎呦，没事没事，是有铁都有铁了，都没有煤炭，这什么世界？妈呀，看不到，这里，我把一只都没木头了。嗯。用岩浆照明也太危险了吧！虽然是个方式啦，不过好危险。哦，有人在打蜘蛛哦！团团在打蜘蛛是不是？巧克力他们吧，我刚看见好像是巧克力他们拍打蜘蛛80几%了。哦，找到煤炭了，睡了，团团怎么又死了？又是同一次精锐，耶！有煤炭了，哎呦，巧克力！这里好了，终于有煤炭了。嗯，轻轻水先挖一点。不敢跑了，没有食物。对，用那个炉子啊烧东西的没有？没有。啊，这里给你一些煤炭。好诶、欸，我刚刚还挖了、哦、东西。哎、欸，哦，事件效果。你丢个东西起来，哦、丢个东西。哦，对哈、哦。哎、欸，这个真是不小心会冲下去的那一种哎、欸。这加速会不会加？速饥饿？哎、欸，不会，哎、欸、会，哦、加速多久？30秒吧。哎呦呀！对，我要去烧煤炭。其实之前可对 PK 很好用哎。嗯，但是这个时间又不能打架啊。对啊。那、啊、是不是？哦，树林哦，树林真的是，他怎么轮流被打死啊？他不是要想先用无所畏惧啊？感觉炭好好吃哦，怎么这样？你太饿了吧？等一下，我们去那个好了，去废矿的外围。哎、欸，对，这个直接砍鱼啊！我想说要钓鱼。哦，对啊，感觉这水好好喝哦。有人就要疯了。小 A， 先做个胸甲。耶、yeah ！啊，对，我先做新的铁镐，铁镐快断了。铁镐，做个铁剑。好，剩下的铁交给你啊。炉子里面还有一些铁给你用。哦，好，我上去找食物，然后就煤炭丢一些给你。现在不是快白天了，哦、快白天了，快白天了。啊，我说我的饱食度还够，去找一点食物回来，去觅食。哎、欸、哦，哇，这么远，你捡到的都算了。我丢了什么？我刚刚丢了一些煤炭给你啊，然后。哦，有人丢过就算是不是？好像是哎、欸。哦，是哦，是我捡到你的，我加速这样子哦。
我丢出去的东西你捡到的话，我加速。哇，就是丢的人会加速啦。嗯。听到小江的声音，小江烧起来死掉了。白痴哦、喔啊！哇，我刚在水上啊！哎呀，这个没事，其他队也是。哎、欸、哎、欸，旁我们旁边有岩浆，你找一下那路路上有个岩浆。找到吗？应该来不及了啦。看來是沒有三叉戟四叉，哦哦哦，撑住了，撑住了，撑住了！哎，我只是想捞水中个，中个那叫什么？什么？哦、想中个甘蔗而已。甘蔗。我刚刚就在想说，嗯，该不会那么巧吧？啊，不能乱想，对不起。真的是哇，人家是岩林，你是心灵哦。真的是心灵哎。啊，这样子我也没办法去打鱼啊。对啊，这是哭啊，这是哭啊！我要干嘛了啊？坐船呢 啊？哭啊！哭啊！哎呦，苦力攀想干嘛？安二重爆！喝小，喝小。哎呦！你刚刚是说要去废矿去打蜘蛛线，然后钓鱼？对，刚刚我们附近不是有个废矿？我是看到在对岸。对岸，我们刚刚树上那边嘛，树那个位置。嗯，不过要跨一个山。没关系，我跌过去。哦、好多。好多哇！吃大餐？谁吃大餐？哦、我昨天有干爹在吃帝王蟹，哇，好爽哦！我说我也想吃，请我。我说什么是我请你这样子？他说要是我要请他才对吧？我说哇，穷穷穷死了，穷啊！他还在打深海威胁、欸，这水有毒哎、欸！这个时间打深海威胁不对吧？我到废矿了，哦，有蜘蛛线了，耶，碎了，碎了，一条，两条，啊啊，我没有铁，所以我没办法捞水。你回来拿。等一下、哦、我先稍微探一下这个废矿。我也穿一下铁装好了，至少能挨一下剑。也没带，拿一下。怎么啦？啊？你怎么了？没事，跟观众讲话。哦，活得好好的，没事。啊。为什么坐船水的这种、嗯、不知道啊？问露米啊。啊，对，怎么这次没露米了？哎、欸，对啊，这次没参加。对啊，是观众去欺负他到。哎呦！我说我看到你说的岩浆了、哦，你找到了，我找到了，但是晚了，真的。藏起来，你是听到岩浆的声音，还是你本身就知道？我，哎、欸，我你可能跟我找的不一样哦，因为我找的那个我有稍微垫了一下，哦，可能是不同的。嗯，哇、哦，看起来，哇，地表的金矿哎、欸，我的天哪！哦，同一个，同一个接起来了，挖通了。哎呀，
我不是说好钓鱼嘞？我的线没有啦，我是说波波啦。哦，对啊，钓鱼队嘞，钓鱼队都骗人，真的耶，回血了，唱片侦测器，哎，侦测器是要十一，对，四十格幼体生物，有一颗苹果。让我讲一个黑色染料，你现在敢摸吗？那有没有搁浅的？哦，有人已经挖到钻石了。波波啊，都骗人，说要累的呢，都骗人。波波，是我啦。哈哈，是你啦！等一下，这个树，等一下我们这个树，这个树是我们刚刚砍的树吗？所以，哎，不对啊，不是这里啊，这是我刚刚垫的，所以应该是从这里喽。啊，这里啦。对了，这里了，还有什么任务可以加？两颗钻石侦测器，唱片有机会啦。那个箱子看一下有没有？那我去继续逛废矿。对啊，如果废矿再不行的话，就苹果嚼一嚼了。好，我身上有苹果。他们居然在养，你们在养什么？哈！不要说你们在养兔子哦，拜托，拜托，放过他。请放过兔子。找到枯工了，他们沉默了。你们沉默是表示什么？哭光过来，不对，等一下，我先坐一艘船，我看到苦力怕跟哭光在一起啊。啊？你好猛！等一下，苦力怕嘞！哎，苦力怕，你去哪了？啊，不知道怎么剩哭工你，你先坐上去啦！啊，不是啦，船在那里啦！哎呦！啊，你坐着好乖。啊，苦力怕嘞，苦力怕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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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苦力怕你们跳下去了，上来。啊，你上来啦。啊！苦力怕你怎么爆了？哦，我都躲这么远了，干什么东西？好了，这个，再坐另外一艘船在这里。哇，很会放在这个位置。好，另外一只苦力怕你过来。哎。嘿，过来丢，嘿，过来，来来来，跟我走，来，你是重爆是不是啊？你怎么走这么慢？我觉得很可怕嘞。上去，哎，你不会坐上去啊？你真是重爆，重爆不会坐船吗？
完了，他要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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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没爆。好，他死了。好，他们真棒。被射死了还是爆了？没有，他被我打死了。嗯，东西啊，你、哦、哎、欸，可以、哦、可以砍鱼了，太好了。枯工，我不要枯工，没有苦力怕了，好吧。碎了，真棒！有没有其他苦力怕？嗯，这里呢？哦。嗨，哎、嗯，要不要过来？没有，我在跟僵尸讲话。追击者，追击者，追击！听到很多哭工的声音呐、啊，但是，那、欸、哎，你这不到。是很多哭工的声音啊，这次没有看到苦力怕啊。哦，有人在杀幼体。哦。这里啊。没东西，看不到。哎呦！哎呦，有影弓手。哎呦！哎呦！但是你没有用哦，影弓手。啊！回血，回血，有了，还有用了。有，好了，他死了，好醉了。但是我还是要需要苦力怕啊，有没有苦力怕？只有哭功没用。哦，他们那一队真的是想要无所畏惧哦。为什么他们打幼小魔物会打到他们那边去、啊？是哦，不然是团团在打，阿迪叔在探，有可能。嗯，要增加负担，来来来，捡垃圾，倒掉。这里，真的是没有苦力怕呢，可是现在晚上啊，对，现在晚上我可以出去，去外面找看看好了。好扯哦，没有钻石哎、欸！哇，瞄准哈基他们 A 站，你在打？哎呦，痛！打什么、啊？他们？打哭弓，哭弓是十格以上的怪物，有可能。嗯，这个乔克最爱玩的啦，叠高高往下射啊。嗯，有没有苦力怕？有没有苦力怕？有没有苦力怕？僵尸有一只苦力怕，附
附近有没有护工？好，这只应该是速报啊，速报应该不行。这里有一只一般的。哎呦，追击者你怎么跑这么快？哎呦！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好，这两只好了。等一下，你家生太多只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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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下生了三只啊，要修哦。啊！打了一下，哎呦！这不是太快，这太慢，这是怎样？你们有没有一般的苦力怕、啊？我们被射死了。哎、欸，他们真是一下太快，一下太慢。你是一般的苦力怕吗？请问你是一般的苦力怕吗？哦，你看起来像一般的苦力怕，你坐着，好，站站哦。现在是枯工，过来。好，过来，过来，好，过来。哎、欸，为什么闪苦力炮突然变闪电的啊？啊！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偷袭。哦，等一下，追击啊！没事，没事。啊！气死我了。挖不到你。嗯，好久哦，我都已经设调整好，希望他们不要消失哦。消失我就生气不打了哦。好，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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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哎、欸。追击者，追击者又是小江，这也跑太快了吧！淡季嘞，淡季嘞，淡季嘞！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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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无敌吗？我现在我先到安全区，等一下。哦。OK， 好。哎、欸、哎。哎、欸、哎、欸。好了好了。哎呦。李叔死了。哦哦哦哦，有一只重爆来了，有一只重爆来了，是不是？对，重爆来了！我盾牌挡得住吗？我盾牌到底挡住挡不住？挡住了，好，碎了，碎了。枯光来，转过来。哎呀，等一下，我盾牌爆了！这个我要怎么打？我天哪！我盾牌爆了啦！你回来吧。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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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射一下。好、哦、好，我可以回血了。走。好，可以再给他射一下了。射我啊！那个银公司嘞，射我啊！好，走。给你射一下，射我！对，好，你可以去死了！啊，都太射太多了。哦，哈基他们在听唱片，我在用唱片。嗯，可是这枯弓这样子射不到啊！哎呦，他两个坐在一起，那就爆了嘛。哎呦！你在上面吗？还是我去啊？剩两分钟。嗯，剩两分钟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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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烧，他窟窿烧起来了。哎，另外一只窟窿坐上去了，坐到另外一边。可是，等一下，可是他会被烧，他会被烧死啊！好哦，闪电。神木制品会获得附魔。哇哦，嗯，功力五，效率五的附魔。你钓鱼啊？不是，那个附魔，那个木质武器。哦。现在这一 round 是还有多久啊？他要讲吗？哪一 round？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 round 啊。没有讲欸。好，我先下去哦，下去。TIME 吗？是，好像是。嗯。还有十分钟。好惨，那老师。功力五的木剑，很怪喽，砍鱼喽。掉剑石，掉剑石，要他有掉他的剑石吗？没有吧。你问这么多问题，怎么不去维基看？维基都有解答。下来喽。嗯。我在你头上。好，要叫墨囊。风力五的砍不死一只墨鱼，好烂哦！要吗？墨囊的，就交吧。好啊。然后嘞，点书。嗯，又书又见一下。八副手书又见一下。还是黑色染料。要变成黑色染料啊？哦。再合成一次而已。有了。好，先去弄装备了。天哪，你拼死拼活，但我都挖不到钻欸。太衰了。没关系啊，今这一场我们就当混乱邪恶好了。好啊，我还没当过哎，刚刚玩都是前两名的。那我们就来当个混乱邪恶，等一下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谁就可以打的时候就打他，抢他的东西。团团那一队分数其实蛮低的，看一下，八个铁可以做个什么来着的？这样，哦，有26个铁哦，啊，嗯，你挖到，那我就把装备做一做了。啊，你没有做。我刚做胸甲而已。哇，真是对不起你啊。没关系啊，小事情啊。鞋子。下去了。哎、欸，你说下去人就不见了，你去哪里了？我在底下、啊哦。看到，你看，我在丢垃圾。哎呦，斧头。他说这个世界是拿木制品可以那个获、啊、得附魔。哦，很爽哎、欸！我
快做个做个来玩玩。那我来做个木剑看看。我们做个木镐。有了，木剑是什么？哦，风力舞的木剑。对啊，我也是。但是稿子是什么？这个效率舞的稿子。哎、欸，风力舞的木剑比铁剑还强哎、欸。哎、欸，很快哎、欸。可是很耗木材哎、欸。没事啦，我原木还有14个。我剩两个木材。给你，原木，过来。感谢。效率舞哦，舒服，好舒服。等一下，我要来挖看看。它是直接都是高等附魔吗？对啊，会有低的，好像是哎、欸。对，直接就消，它是固定的附魔哎、欸。那它耐久度，我的天！不小心挖爆铁了，哇！你还挖铁哦？我刚刚看没有看到，然后它瞬间就爆了。走，红石。啊，断了，算了，我还是用铁钢好了。嗯，还有200秒就可以回血了。Diamond 啊！哇，几颗啊？让我看看，瞧瞧。四颗、六颗，后面有没有？没有了，六颗，有没有？没有了，六颗，就六颗了。一、二，我捡不起来。啊、红石不要，大门呐、啊，六颗。OK，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准备做附魔台了。嗯了，等一下做个钓竿，然后来去钓鱼。如果钓到附魔书，我们就有附魔台了。嗯，哦，你有很多线吗？我有17根线。好，来给你一半。耶。我们可以开始钓鱼了。这个丢掉，这个丢掉。给你。是鱼。三，这里。做个桶子，那我直接做，先做一把钻镐、哦。啊，铁镐就用不到的，来给你。虽然它快坏掉了，没事，比我的、欸、跟我一样原来。我来去捞个水、啊，我是有一个水啦。这样还缺一个做无限水源。白天呢、欸，这现在先钓一钓好了。你好，也可以啊。对啊，因为外面比较好，是吗？嗯。哎、欸，奇怪，为什么钓竿不是木制品吗？对啊。现在乱快开始了，我先捞个水，好，钓鱼喽！我们才是真钓鱼队吧？
副手伐木棒，什么东西？副手伐木棒。哦，新的哦，有人在最后一秒的时候完成任务，哎，对啊，十点输出，两个金苹果，又是皮革，陷阱储物箱。用钻石锄打死三只僵尸。哎、欸，我掉皮革了，我直接掉皮革了。我有甘蔗啊。那三个而已，还要等它长。我们要先做金苹果吗？你那边有比较多的苹果啊？一个，我这里一个，刚好两颗。给你，我们直接做苹果那个任务好了。走下去。等一下，我先喝一下。金苹果一颗，两颗，放副手，丢，完成。好，真是好满，不要了啦。吧，下去吧。嗯，九六。嗯，其实晚上刚刚也可以来打僵尸什么的。不要钻石锄啊，跳砍啊，跳砍那个啊。嗯，问他们可不可以重来。算了算了算了，都已经中了。嗯嗯嗯。对啊，任务直接免费送纸啊，可以直接用悬赏的那个来做啊。哦，对啊，真的、哦、是，我都没想到哎、欸。之前我们就做过了。给你，我先做个无限水源吧。你那边还有个桶子吗？对啊，弄。这里，耶、yeah.。好，没关系。嗯，啊，斧头不要了，斧头给你了。哦，这附魔的还在耶，还是因为还没结束？啊、哦，结束了啦，因为他附魔不会收回去吧？啊，留着砍人，我气死。嗯，我还真的没做过陷阱储物箱。为啥做陷阱储物箱？有任务要陷阱储物箱啊。哦，对啊。新版的钓鱼是不能这么短啊。好像不能在小池子，是不是啊？对，我记得。哎呀，看看哦，黑曜石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颗，所以我除了挖附魔台的四颗，还要再挖七颗，好哦。好，先把附魔台做出来好了啦，这样我比较好算。等下身上好满哦。这好满哦，不要扔死我。这个丢掉，这个丢掉。五乘以五啊，高度嘞？什么五乘以五高度？那个啊，池。哦，这我真的不知道。嗯，我在看观众。小池子只能钓到垃圾，哭哦，哭哦。三，应该没怪吧？喂。直接在露天钓鱼，还有你跑到外面钓鱼啊？对啊，附魔台有了。刷钥匙乘二，哎、
五乘五乘二，它深度还要二哦。嗯，所以那时候说自动钓鱼机没有说那样，至少它没有规定跟之前某个游戏不是某个伺服器说你不能在原地钓鱼。嗯，对啊。嗯，如果他规定成不能在原地钓鱼，就更麻烦了。嗯，小有了，跳，五颗，六七七颗，哇，小雨那一队的分数好高哦。七颗，好，巧克力他们加了哦，看一下，钻石一颗，钻石放中间，眼泪放这里，然后绕一圈，有了。拿到噩梦招累了，好了。嗯嗯嗯。生鱼、鲑鱼、嗯。嗯嗯嗯嗯。嗯？我在想。两个人一对没时间播广告啊，对啊，点广告，这时间就可以点广告了。哭吧，为什么的又设为非盈利啦？他的预设好像都是非盈利，明明就点开了啊，做白工哎、欸，哇，点哇好热哦，那就把它改成盈利，然后连点三个。他现在只能点一次哎、欸。他不可以连点吗？我连点不了哎、欸，他点一次就说就变灰色的。他灰色几秒钟，差不多三四秒会再变回来、啊。你的不行吗？就对啊，就灰色个几秒钟啊。嗯，他不给连点了，对吧、啊？已插播广告，那就不能再点了。哦，又有了哦，你是这个意思哦？对啊，三秒后就可以点了哦。你们吃死吧，不然你们吃爆吧，对不起，我说我是说死，不要撑死啊，嗯，吃死，你在找谁？我在想说要不要出去钓鱼、啊，然后把自己围起来。对啊，我刚刚是想这样子啊，啊怎么你上来就生那么多窟窿？哇塞，呀塞，先打左边那一只好了 ，OK。哎呦，他射什么？环速箭矢！啊，我飞出去了！好，把自己围起来。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叫你们吃到饱，吃到饱。嗯，围那么大哦，你是指这个围哦？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里面钓鱼了。我以为是盖个小空间，盖个小空间太刻苦了啦。我想说顺便把我附魔台弄出来，可以用附魔。哦，要白天了，哭啊！哭啊！为什么会有墨鱼死掉？搁浅。二三四，附魔喽！保护，拿青金石吗？不是，我丢垃圾。哦，保护，好，全身保护一了。然后稿子。钓鱼，哎，
不是，他刚刚那个不是捕尸，刚如果是捕尸的话，他会是隐形的。嗯。啊，骨粉哦。骨粉？你要干嘛？动手啊！哦，团团又死。叮，好。拿白色粉末会加速，拿糖哦。没有。乐死。我掉到了鞋子，皮革靴。河豚，嗯，他怎么没掉骨粉？刚刚上来砍，没吧？开场上砍砍几条鱼就有了。我这里有十一个骨头啦。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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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我擦个幸运物，那骨头，我又掉到了一根骨头。嗯嗯嗯嗯嗯，哇，这个时间还有。15分钟之后就是最后一 round 了吧？对，那个事件就是最后了。困，累呀、啊！下午开完台，然后现在要开开台。我想说你神哦，等下不下午就开哦。他说。多开一点，多赚一点时间、哦、对，有时间就多赚一点。嗯，弩腹贯穿好像不错呢。嗯嗯嗯嗯嗯。双人生存，你知道我们是双人钓鱼而已。哎、为什么你的鱼？勾到勾到下面的平台，你的鱼活跳了一下，跳跳的啊，活跳跳的呢，哎、欸，很新鲜哦。对啊，来示范一下怎么让鱼活跳跳的。那时候啊，那鞋子怎么也会跳起来啊？其实还是活的、啊，活的啊。那鞋子是活的啊，跳不是很正常吗？嗯嗯，本来想说如果有南瓜种子，我们来种南瓜啊。种南瓜你要干嘛？盖铁巨人啊，帮我们打那个啊 ，boss 啊，打超快，你知道吗、哎？还是我们现在去跑图？可是我们铁不够啊。我哎、欸，你下面铁有拿起来吗？我现在身上只有六个，我其他没有拿。哦，我那我下去。好，哎、欸欸，有人被重包炸死了。咦？嘿、欸？咦？死掉喽！为什么钓不到啊？哦，原来我勾着你刚刚活跳跳的鱼哦，我想说怎么钓不到、啊？你勾到它了，哇！我想说怎么钓不到，奇怪。哎呀，啥呀？很小。47。后来想想，昨天轻松生存，这样我不是发五个砖吗？哦。然后聊天室有人打说，五个砖，这样拆下来才是45个而已。好啦，至少能拿啦。其实有就好了啦，我是觉得最少已经回那个三十个钻的本了。对啊，就想啊，算的啦，至少有啦，总比没有52个好吧？53个，哎，54个好。嗯，
人家撸都哪天要不爽，我一个都不给，我全部都要收起来。对啊，啊，真是觉得跟那中奖的慷慨肯发一些就已经很好了。嗯，你的树长大了。对啊，还没撒、欸。本轮将在十分钟后结束，十分钟后刚好是晚上。对。他是每次白天晚上的时间都不一样啊。他之前也是白天，十分钟一到马上晚上不是吗？哦，所以他十分钟到马上会自动调整晚上是不是？对啊。就是十分钟要找到南瓜好像有点难。对啊，等下他催熟他哎、欸。对，除非找到野生的。这个地形哦，有点困难。板线钩。嗯，做什么？我钓到了，我身上还有47个铁，47个铁不够，冲附魔要叠附魔吗？有啊，哎呦，让我看看。哼，酱油波波，酱油波波足够我们最接近、哦。这个木头不得了啊！阿诺啊，阿诺啊！哦，看到了！哎呦，我们看到短时间不缺木材了。哎、欸，怎么都是鱼而已？来个钓竿啊，来个弓啊，龙某。哦，苹果。哦，苹果，我这里有20个金锭。你烧完了吗？这是烧好的。嗯。来，给你，合成塔也给你。这么巧的吗？我身上也有哎、欸。好巧、哦。好扯哦！哇，又有哇哇，又一颗神木是不是？没有啊，苹果，哦、又一颗苹果。我还以为又一颗神木哦。哎呦，金苹果！应该下去捞桶岩浆啊。捞岩浆吗？可以啊。你有需要吗？要帮你外带吗？去冰半糖。我可以不用岩浆，我怕我会弄到自己。不会啦，帮你用温的，帮我说跟店员说我要温一点，不要太烫。温一点，好。好，继续捞。好，我继续钓。嗯，标题就是岩浆去冰半糖。给了什么？黑曜石2颗。受不了了，来吧。我来种子包包满的东西吧。哎呦，箱子哦，注意哦。可以放什么东西进去啊？真的耶，可以放什么？因为感觉每个东西都好像会用得到，又好像又不会用得到。啊，鱼啦，鱼应该用不到，就给你啦。腐肉应该用不到啦，船应该用不到吧？哦，又有苹果。哎呦，这么赚！算了、欸、哭啊，没有做，忘记带环保杯。哇，上来做啊！
手工环保杯。这也是钓不到东西是不是啊？钓了这么久都没东西。听、嗯下次事件开始食怪物的血量减少，太爽了吧 ？BOSS 也会吗？不知道。事件冷却时间是哦，事件跟任务不一样。耶、yeah, ，收到了吗？哎，我丢到鹦鹉螺了，鹦鹉螺都被我钓到了，还有什么？你。Q Q 奶奶好吃到好哦，好喝到好喝到没铺岩浆。安不？会有暧昧哦，挡一下自己头哦。哎呦，对耶，已经第三天了哈。等一下，有了，掉起来了。有人被夜魅杀死了、哦，恐怖哦，恐怖死了！刚说就有人出事了，出事了！哎呦，出事了！阿北出事啦！阿北出事啦！阿北，哎呦，火热的东西。嗯，天气冷冷的，就是该喝的，喝点岩浆。你这样怎么盖着它一样会出声吧？不会。哦，页面是在玩家头上啊！城市在转圈圈，城市跑很快，城市跑很快。我看到了很快的城市，哎呦，妖修哦，妖修哦，木林木林树林，你打你打，他现在是我，他现在是我，等一下，他动的有点快啊，死了，吓死我了，还好看到，哎呦呀，我刚刚直接看他伸在水里面转圈圈，吓死我，哇，太快了吧那一只。我还要解说欸，没礼貌。人家讲到一半。对啊，不要学酱油。一直打断别人讲话。然后打断了说算了，然后把那个再把锅甩回去给人家那边。他说欸，你刚刚讲什么，我就哦。哦，没有啦。就是玩家头上好像20格以上吧。会重生。哦，那如果我在室内，然后天花板很高嘞？天花板很高，他可能是在室内里面给你看，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的话，嗯，对，所以只要上空20格的话，就有机会伸出来。对啊，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天堂有平台吗？他会伸在天堂下面的平台。哦，这样子可以，其实可以把夜魅关在一个空间里面。对啊。五个广告，我没播广告啊！既然你提醒我了，好啊，好广告，谢谢，感谢你的提醒，音乐也感谢你，我们永远感谢你。哎、欸，你说你那个游戏很难玩，是哪种难玩？怪太难打了，怪不难打，嗯，它是你举枪之后啊，嗯、你的滑鼠你要转半圈的时间，你要滑鼠要抬起来三次。超级难瞄准，我的天哪，那我应该会晕死。他平常的时候移动还算可以哦，就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滑鼠灵敏度差不多，但是一举枪马上变超慢。我每次那个举枪要打怪的时候，要只要打他的手，有在那边调半天才射得到。调手而已，你会不会举枪、啊？有没有这样讲？气死，真的！啊，关
观众是没有讲什么啦，因为其实就那个时间人也不多。哎、欸，有流木哎、欸欸，白痴哦、喔！流木那是什么？刚刚那只穆里娜的哦。哎、欸，真的是只有钓到鱼耶！我们被异味器哦，被欢乐赛宠坏了。哎呦，我们是不是要该去蜘蛛骷髅僵尸？蜘蛛骷髅僵尸，刚刚我看到骷髅、欸。僵尸的话要有那个稿子嘛，靠它。对，啊这个、我们外面有、这个、有这个不行，这个有东西。蜘蛛吗？蜘蛛会招毒蜘蛛。这蜘蛛不好打呢，而且它是烧起来的呢。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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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它支开。好，你先支开它。我看一下有没有僵尸或是骷髅。跳跳跳跳！它真的不能坐船吗？蜘蛛吗？可以啊，没有有名字还是可以坐船呢、啊。只是有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坐。对啊。看你在哪里哦！啊，僵尸被招走了，所以剩骷髅、骷髅跟蜘蛛、嗯。为什么看不到你？我在山上。我看到你了。我没看到骷髅呢。我打蜘蛛啦。好啦，打蜘蛛啦。好啦，打啦。哪一只？你要隐形哪一只还是？哪一只都行啦。好啦。就你的啦，来啦！你还是隐形的，你，他还打我！我举盾！我被破盾了！把他引到水里好了，这里过来下水！啊，我被破盾了，有毒蜘蛛，毒蜘蛛！啊，我死去！加油！哎、欸，我的水桶没了。这什么？我看了什么？你看了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我看到空中有那个吃地板的怪物在飞。它飞走了！它、啊、飞走了！你回来！你回来！我们蜘蛛怎么飞上去了？它飞的，它是怎么飞的？下来！它怎么在天上飞？它下来了！哇！我来了！就这个！你看！哈！它在干嘛？哎呦！哎，我打不到蜘蛛。金苹果啊！我虚弱。刚金苹果都给你了吗？我刚找不到我金苹果、欸，我金苹果只有一颗哦。城市猎冲杀树林，不要树林城市，变城市树林城市 ，OK。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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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我！毒蜘蛛，走开！走开！看我啊！毒蜘蛛，小心！看我啊！哎呦，不要咬我啦，看我就好了，不要咬，不要动嘴，看就好。啊！我是害到你哦，又是这一招！哎呀！啊，没事。哎呦！它怎么会飞啦？你看，就这个，这么白痴的，它墨鱼吧？哎呀，干嘛啊？它是避免啊？哦，我金苹果喷掉的啦，找到了。这里，再一刀，再一下，有了。哎，它中钻石哎，好赚哦，三颗钻石，好惨的。还有僵尸，哎呦。
好，有了。我想说我们分数没有更新。对啊，我分数想说嗯，越来越低。哎、欸，蜘蛛，我不是蜘蛛，僵尸。他在看你，看我，看我啊。嗯，残酷猫二选一，有机会拿到不同奖励。哦，他们在干嘛、啊？哎呦，我们有三颗钻石，你还没有钻石吗？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做三颗钻石的东西，也就是斧头。可、哦，嗯，看一下哈，十字弩，你要不要十字弩啊？好啊 ，no， 你有弓吗？弓？你说箭矢吗？啊，对，箭矢，两根，要现在打吗？啊哦、你还有、哦？我这里有一些，哦，一些没有很多，感谢超级留言。没有很多，嗯，我看到峭壁上有一只。好，贯穿碎了，贯穿。他怎么自己消失了？这么棒哦、喔！他怎么只有骨头而已？这么烂哦、喔！那、啊、你到底想怎样？还闲呐、啊？钻石我做钻剑好了。哦，钻剑。还有一颗钻石，锋利。那有写中心点吗？就零零吗？零零吗？对啊，零零啊。哦，有吗？要先叠附魔，附魔还没叠。对。哦。这里。嗯。哎、欸，我们够做铁针吗？对耶，先都给你。先做个铁针，看一下哦。有三二十七、二十七、三十个，三个砖。哎，三十一个。这样子，我们还剩十一个铁。嗯，铁什么？便宜的就鞋子跟帽子。哦、啊嗯，给你叠吧。我就这样吧，不要啦，啊，他死了，醉了，哈哈哈哈哈，哎，亡魂石掉，铁针，怎么会有四海绵呢、啊？那个跳的，四海绵没什么用吧？七个，一个。来吧，我们都来附鞋子好了。斧头，哎、欸，对，我们还没做斧头，做一把石斧好了。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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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有。蚊子，蚊子，蚊子，蚊子。打蚊子，哎、欸，那我可以叠个帽子。好，叠个帽子。五个，我也是帽子。清水性，我不要清水性，清水性没用。这个投射物保护，勉强吧？不是啊，跟我的不一样，哦哦、叠不起来。那你帽子给我看看。我的帽子，你说帽子吗？来 ，OK， 好。投射物保护，你这个帽子是不是有问题呀、啊？我看，换一下，换一下，我刷个附魔。爆炸保护，好，欢迎试试看。把你的剑捡回来试试看。我看一下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到，这个可以，这个可以。鞋子克星，我的天！啊，那什么？功力啊，有了，有保护，有保护了，来保护。锋利木剑不要了啦。啊、不对啊，我还是没有做。等一下，我还是没有做斧头。对，等一下，斧头。
有了，有斧头了。我想拿木斧打天下，我的天，我在干什么？啊，我们现在应该没有附魔台了吧？没有了，没有了。烧掉它，烧掉它。这里烧掉啊！你怎么没下气？下气啦！那铁阵用不到了啦，下去啦！什么东西啊？怪物变笨，好、哦，往中间那边是中间吗？我不知道。F 三零零，不对，这边往回，这边这个方向，对，这个方向，然后要往山上去。好，他们竟然是想深入一点，这个时间。要亡魂石丢掉，丢掉，丢，好。你用限高限地啊？他就是从地狱门走比较快啊。有传到这么远去吗？那地狱门零零有没有？哎呦，然后出来发现是刚刚原本的地狱门。说前去东去地狱十分钟的会死。哎呦。就给他们死啊！这样我们就第三名了、欸。哎呦，就省了去处理一队了。我看到了团团他们的二选一，团团的二选一，看到了，仓库二选一吗？那是选错会死吗？不知道哎、欸。欸，好多人哦，而且有人转装了谁啊？波波他们。哦，波波都骗人说在做大钓鱼，骗人。这什么啊？我不想努力啊！哦哦哦哦哦哦！什么东西？怎么在？有 TNT 上面？我的巧克力吧？刚刚有看到哈基啊？我不知道，对啦，巧克力啦！哇，又炸人家房子哦！哎呦，啊，这次换团团吗？不想努力错了吗？嗯，这找宝宝。穿钻装，你现在可以打了是不是？可以了吗？还没吧？可以了吗？他射了欸，他狂射欸。攻击玩家不会反伤时，哦，可以打了，可以打了，可以打了欸，不着这样，可恶。走走，我们打波波啊！打波波啊！哎、欸，好痛哦，是哦，我要射，上膛。哦，我被打死了。哦，走了。快跑！那队很凶。走了，我们走了。走了。那一队打没什么意思，走了。那接下来就是要打小雨队啦。怎么了吗？问号，怎么了？哦，你们干嘛合力攻击我？默契耶，好巧啊！好巧、哦！哈哈哈哈哈！还在那边，快跑！他们应该不要打我们吧？那打我没有用啊！对啊，但我们没什么意思啊。加分，对啊，我们加一百五，一千五也才一千啊。他们抢星星就赢了啊。对啊，
除非我们要去冒险打小鸡啦。对啊，我们没有想打小鸡，我们绕外围好了。嗯，现在就是打这小雨那一队吧，小雨那一队会影响到我们。嗯，可是啊，还是有哎、欸，我们还是第四名，目前、我们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要打小鸡加减，再加减星星才有办法冲到上去。你的血量有点低呢。嗯，被钻这样有砍到两刀哎、欸，然后怎么那么痛啊？来，苹果先吃一下吧。我有。现在吃吗？等下不会加生命了是不是？还会吗？等时间到我再吃吗？还会加吗？还会加吗？嗯，不确定啊。红队打 BOSS， 我们就打你。BOSS 是凡凡。哈哈哈哈哈！嗯，你帮我算好数学了，好棒哦！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打，哈哈哈哈哈！我是不是还打错数？那我们就是可以安心的打鸡咯，是这个意思吗？嗯，他想要让我们第二名。我怕夜妹，里面有没有床可以躺一下？没有床。哎呦。这个树叶有用吗？树叶其实是空气方块啦。那要不要进去里面？男女不要不要不要要，真的。我两个人头啊。哎、欸，有铁、欸，好傻、啊。男的啊，当然是男的、啊。难得有铁、欸，啊，你的是金苹果吗？哎呦，哦、我看到他们了，他们在射啊，他们在射小雨他们，这开打了是不是？哎、欸，他们都有钻石哎、欸！天啊，好可怕哦！不怕不怕，我只塞垃圾，我只在塞垃圾而已，身上好满，我只是要把垃圾丢进去而已。肯定被炸了，还计时间，感谢朱波波跟酱油赞助了附魔台。哎，它里面原本有床，哎，只是被炸掉而已。对耶，床呢？床呢？被收起来了。嗯，这不是恢复键啊，这是缓速键呢、欸。这是缓速键，不是恢复键、欸。
哎呦，说圈说起来了。五星评价。他们在打了，哎、欸，该过去帮忙啊。可是如果我们要打小鸡的话，我们血量还是多一点比较好吧？他给我五星评价。嗯，哇哦，小鸡来了，在后面。哇，我觉得好怕哦，小鸡不是很强吗？小鸡消失了。哎呦，你是被什么射？下面有哭弓。我听到小鸡的声音，哭啊哭啊哭啊！烧起来，走哇，飞起来了！啊，谁射我？哭弓啊！哎呦，小鸡滑下去了！我跟你滑。不是啊，那是急推荐呐、啊！哎呀，烦死了！下面来只护工要先处理啊，我先去处理护工啊！笨鸡嘞！好了，还一只，还一只，上面那只才会还，上面那只才是。下来了吗？笨鸡在底下。好，会痛哎、欸！笨鸡去哪了？看到你了。哈哈，本机不见了，他隐形，他隐形。哎、欸，本机变好打很多哎、欸。好了，有了，有了，有了，我们可以去民宿了。打掉那只啦，还是打我？那这怎么打？我的天哪！先他看我好了啊，他看我，他看我，他看我，看我啊！他看你还看我？哎。看我，看你，看你，屁！啥哟？我不贪心了，我的天！我慢慢靠近他了，捡不起啊！再来，来吃哦。So, OK， 好，哎咻，哎咻，哦、oh ，好走，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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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脚石这里，小还小还小，小还小，耶、欸！其实如果我们捡星星，有机会往上冲，哎，很可。不要不要，我会先站呢、欸。我还是口嫌体正直。嗯，哎咻，哎咻，跳，哎呀！杀老板！杀老板啦！老板，老板怎么死啊？刚还活着啊！他飞出事啦！出事啦！另外一个老板还活着吗？还有屋顶，看起来还活着。还有屋顶看着。哦，哎呀，这上不去哎、欸。哪个上不去？最高？最高一格半。这里啊。啊耶！还有一分钟。噔噔噔噔。结果我们是被 carry 上来的，我们被带的。TNT 吗？对，我听到 TNT 的声音，后面出事啦！怎么又爆了？
九点五十分。我想说我们阿姨都死了。那我想想，没关系，有一仗，有一仗在。哎呦，走吧，上去吧。怎么了？哦，有一仗啊！蓝队怎么了？你们怎么最后变成第四名？太可惜了！干嘛围殴我们啦？为什么要围殴我们啦？没有，我原本只想打波波。那为什么要打我？你是阿基塔，我跟我无关。我们一人打一个。我吹风也吹得不错吧？没事，想说来去跟你打招呼而已。你为什么要打我？要招呼？是你队友的关系。对啊，你就是不小心手上拿斧头，吓死斧头，砍一下很痛，可以不要拿那个打招呼吗？然后你这样有时候我们就在计算分数，想说现在的那个累积积分第一名是 BOBO， 如果他这个第四名有没有，他就会很惨。我看一下，哎呦，绿队拿那个中央 BOSS， 然后红队拿星星超过，好像就可以了。哇，弟要把我们送走，太过分了，你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那时候小雨他们过来，我其实没有要打你们，我就是想要盖一个墙，叫你们不能超过，然后一名射。你们在射箭呢、欸？没有，对啊，我们是瞄着天上射。很危险欸，我们血很少欸。然后玉米知道我就跟他讲说，不行，开战了，开战了，要射死玉米。早说嘛，哦哟，我手在抖欸，你知道吗？我要不要射了？要不要射了？玉米死后剩小鱼说，不行，要留着他捡星星。我们原本就只是想要过来捡星星而已，我们也没有想要打架。然后看这个小鱼九五一零，他都不动，我就想说，小鱼你 是知道你天命该没了？对，我知道，我捡一捡说，哎，我超过了，可以了，差不多了。我不要捡很多，我只要超过 biu biu 他们而已。我一直抓着你后面给想要给你金苹果，你知道吗？很过分呢，没有游戏体验。你怎么说团团那一队没游戏体验？对啊，哎、欸，我们开店开很开心啊，对不对？开心啊，可是阿姨最后是被杀了、啊。我只是想说找个头颅嘛。我跟你讲，不是真男人，团团真的是真男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打铁巨人的时候，团团就在旁边在游荡，像秃鹰一样，随便晃来晃去，想捡铁巨人的头，你知道？后来就。哎，真男人的人就离开了，然后去帮我们引怪物，他就死掉，让我们打铁人。我就想问，你那个打那个水鬼怎么死的这么惨啊？没有，因为水鬼刚好跑出好死不死两只死灵，一只树灵，我直接爆炸。哦，那个超快，哦，跑很快。你们是大海里还是人造的？啊、没有，那个河流的、啊，河流的。哦，河里的，河里很可怕、啊啊，我就直接爆炸啦。我在想说，你们是如果人造的还死成这样，到底怎么了？没有，那时候小时候在河流旁，因为我想说，嗯，真的这样抢下去，我觉得小雨应该会哭爆。算了。彤彤，你要干嘛？我都把他从那个远处掉进来，我为了去弄他，我还凋零。他在边界边边。没事、哎，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蓝队可。波波很猛哎、欸。对。他挖到一堆钻石，然后被你们针对。太夸张。你们蓝队最后这样的分数也是累积零分，跟黄队是一样的。嗯，好难过。波波是离开吗？怎么了？然后我怎么看？毕竟我是五个队伍。对啊，原来一开始只有我们打你们啊，所以是公平的战争。嗯。但是波波死后，绿队也开始打。我看到阿基在挥，我想说要打，我就打了啊。为什么？他们在打他，哎、欸，会不会是要打他衣服啊？我会去抢，我去抢。但毕竟你们的分数比绿队高、啊，绿队收了你们、欸。很无害耶、欸，很无害、欸，就在那边跑而已，冲出过来打我。哎、欸，酱油，你下次要跟我们一起开店啦、啊，就不会被打了，好不好？可以，真的，可以。
对，这次我们的第三名是我们的红队，有加一分。耶耶耶！第二名绿队还有破万，加三分。耶哦！哇，被凯瑞，我们是被凯瑞打的。破万加四分，耶！哇哦！可以看看那个各队的任务。黄队怎么了？你真的要看我们的，好吧，来，还是很好奇。哎，那个我没输哎，迪叔按一下，迪叔按一下。萌物。啊。话说那时候团团一直在死，我就说，你看，事实证明我跟团团连续两次一队都很惨。我就说我的运气现在就都是在这个奖金度的战的时候最衰，有没有？两个任务怎么了？你说两个任务。好，我跟你讲，那个陈思，那个我刚刚漏讲。就是呢，好不容易哦，我跟你讲，我已经弄了三只，终于弄掉了，我要准备再弄两只。结果呢，就说事件给我来个水中毒，我在水里我就爆炸。对对对对对，哦对，超准水中毒。哇塞，哎，这真的是，真的是没办法，真的是很惨，你知道吗？很可怕，没办法。对啊，哎呀，然后我就想说好了，后来就哎，那个迪叔，我们干脆在那个中间的时候来那个开个店好了，然后他们来选，男生就会给什么，女生就会给什么，我们都已经分配好了这样。没有人选女生，对，我选女生有金苹果，有啊有啊有有我选啊。我选啊，我选女生。有啊，波波选女生啊，我选男生。难怪波波有金苹果。真的，没有波波好像没有金苹果。对，那天给我们五颗金苹果，所以你是自己收集的。对，那是我自己做的啊。对啊。那你们黄队怎么不解一些简单任务？还是已经太难过？我那个时候已经死太多次，想要太难过啊！算了算了算了，伤心了算了。其他队都太稳了，心太痛了。再来是我们的第四名，我们的蓝队，哎，很强哎，哎，对啊，哎，其实你们真是超猛哎，哎，我最后被你们干掉了，因为分数太相近了，我们要打你们也是剩一手的蓝啊，要抢分数啊，因为你们蓝队都没有死，然后你们又直接有两套钻装，我就是钻石运也很好，哎，波波很扯哎，你知道他就说挖钻石，我说好，然后说好挖钻石，我挖到钻石了，啊。22、21，你们33个钻，好夸张！哎，其实要凑可以一组哎，对啊，可以一组。你们打谁啊？多了一组了，好吗？对啊，哇，好扯！你看我们其他，因为我那边是一个岩浆峡谷啊，我这边我就想说啊，挖掉啊，这边只有一颗啊，不小心掉进岩浆啊掉了啊，没关系，这应该是钻石召唤大法。太扯了啊，又有四颗，扯呀，扯。他就跟我说：“哎、欸，挖钻石。”我说：“我都没挖到钻石。”他就说：“没事啦，我也没，我挖到钻石了。”夸张哦！而且你们分数其实都是走简单中等的。我们其实第三个是意外啦。第三个原本是要解那个钻石除打僵尸，结果没发现被解掉了。对呀、啊。接下来要做那个金苹果，果发现被解掉了。没有，我们金苹果一开始就直接送了、欸。没有，我们就是没看。我一开始很专注 ，focus 于那个。如果你们那个第一或第三个任务有没有解一点难一点的，你们就破万了，至少怎样都有分了，一定有一分啦，差一点，差一点了。第一个就说，嗯，我们去挖钻石吧，这样有走，我们去挖钻石。对啦，我们真的挖到很多钻石，觉得钻石可以加分吗？没有，就是值得 respect， 而且以后以后大家都会争相恐吓的，想要你们成为队友。你跟你讲，那个一颗一分也可以，只要超过这十分就好。需要钻石，不需要 Bobo。下一个第三名，红队。可以。看看你们的任务。哎，我们真的是很猛哎、欸！我们前面很顺啊，后面一蹶不振。为什么？没有，我们两个都记错，我们以为最后那个是他是2000分，所以我们原本想说，哎、欸，那我们如果他2000的话，我们最后就做一个1500的就好。然后结果我们问他是3000，然后就后来分数就有差这样，然后后来看了一下1500，那1500每一个都难得跟鬼一样。富罗斯、金丝、哭泣都没有牛哎、欸，这是都没牛哎、欸，哭泣黑曜石其实有。你知道这个中心点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废弃的黑曜石，有我有拿到，啊、
我们想说，我们最后的时候有去那个地狱门，就是想说进去里面看找猪人换。可是，一进去之后，那个位置在一个峡谷的上面，然后猪人在下面，就想说算了，我怕懂。对啊，就是只能说小雨那个第八届了，最后一个都是三千啊，忘记了啊。哎、欸，我们前面真的超级顺，我们每一个都是哎、欸、一开始就结完，一开始就结完的。对啊，2000，真的很快耶。尤其是比较准一下，你们那个四线之外，你知道我们哈记就跟你差一件而已。对啊，差一件，我第二件射下去，第三件正要射就没了。他是找你射那一件，就那一件没有射死，然后他要射第二件，就你们先完成。哦，我是玉米在下面把它打到残血，然后再射箭。哦，我们前面那个听握真的非常非常好，后面哎，后面哎，其实我那个时候刚好他们 Bobo 他们在打 Boss 的时候，我就想要不要抢，要不要抢，抢 啊！对，我跟他说可以啊，你是算是可以抢的，没错。我抢的时候走过去，刚好他们就死掉。哎，对，刚好打死。啊，不然怎么是本机的？我就觉得怪怪的哦，本机的就是本机，再来看看机队，本机队伍，本机队伍，上脚储物箱。哦，你们也是走简单的、啊，很惨啊！我们一开始想解梯子，就被劫走了。哦，梯子被劫走了。啊，秒做，对啊，我秒做啊！因为1500的都真的是没办法，直接做梯子。哇，你们两颗金苹果都舍得缴哎、欸！然后对，缴完之后才发现说，哎、欸，其实好像很亏哎、欸。金五而已耶，后来看了一下，发现、欸、其他任务好像没有到很难呢、欸。哎呀，算了，太急了，太急了，来不及了，然后就去钓鱼了。有这个，最后还是有夺得第二名。我们被 carry 上去的，我们原本想抢鸡的，结果我队友被打死了，就好捡星星，捡星星，不要打我，我只想捡星星而已。没有，因为那个绿队如果不拿那个鸡的话，他们没办法赢过蓝队。操控整场比赛，太夸张了，太过分了，操盘。哎、欸，你知道我们第二个任务、欸，但是我们第二个任务其实比到最后五秒，对，苦力怕，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找那个苦力怕想要弄，然后苦力怕一直易燃易爆炸，就直接炸了。哦，对，然后是射死他们这个，最后一分钟才引到苦力怕，然后窟窿在那射他，然后还射超久，一个闪电苦力怕不晓得为什么超硬。射了快十箭吧，还在死掉。太久了，好多、哦。拿到唱片的时候，然后放副手的时候不能交，然后放左手不能交，然后说是要拿木棒在手上哦。哦，副手放置木棒上脚，最后五秒，然后哎，赶快成功吧，好险！最后五秒真的超危险。然后那个僵尸十四叔叔也是很惊险，因为那时候我在地表，然后才打了第一只。忽然间，夜妹想起来，四只夜妹在打我， oh. 然后跟夜妹一直在那边周旋，然后成功把那僵尸打完，然后赶快走，都快死了。哎、欸，我问一下哦，蜘蛛本身就会飞吗？Boss 啊？蜘蛛？对啊，蜘蛛 Boss。问本机了，本机你可不可以招出来，然后这样打一次给你看看？我那时候看到蜘蛛在飞，我吓到哎、欸。飞也太酷了吧！这边蜘蛛飞起来，这边喷酒的。他怎么喷走的？喷走，就是他有一个技能会用那个哦，会爆炸一下还是什么？对啊，冲刺，对，爆冲，然后爆冲，然后他就冲走，蜘蛛真的飞走哎、欸，飞走，哇塞，他体育老师哦，看蜘蛛在飞，想说我们都把他引到水里面打，怎么冲上去？对，不要峭壁上面去，我说哎，音乐快下来看，他飞上去了、欸。飞走，哎呦，飞天猪猪，精彩精彩，哎呀，对，最后到底是谁把那个家炸了？第一个是我，团团，你知道吗？你有看到吗？不是两个都你吗？是啊，我一直以为两个都是两次都是你，是啊，我还想说我第二个马上就要去正门，然后洗清嫌疑，有没有？其实我早就看到你 ID， 我只在做东西。可恶！好了，感谢大家，谢谢啦，辛苦了，我们爆了。啊，感谢最后巧克力凯瑞，我们让我们原本第四名变到第二名啊！
哦，这边，这边，这边。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大家晚安喽，八八八。